Yeah， 下来这间打包咖啡，他们讲这间咖啡好喝，还是没有招牌啊？对，还是在那个巴萨，就是巴萨阿旺瓜拉古绕的正对面吧。这一间蓝色的铁门啊，进去打包他的咖啡。地方还有这样子包着吧？有啊。哦，这是鼓楼的，这鼓楼特色。然后这个公公要拿来还他嘛？不用啊，不用啊。他去哪里找这样多、啊？是哦，这个。那古灵菇啊，古灵菇才香啊。用古灵菇。哦。啊，还有刚才打包的多半。少了。加咖啡茶。那来该多多了。Sea View Room Deluxe 普通，我们是哪一个？我们是普通。上面啊。哦，有 rooftop。哦 ，Sea View。古碑，古老碑，多少么金子？不知道，你去看看吗？我穿你的拖鞋过去啊。第三次是哦。是啦。也为啥子？怎么又是搞偏了？也同朋友们。哦，看这个方向。我这一个这样子的，好像小饭中心的位置，是不是？而且现在是几点？2:30，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。好像小饭中心的档口，很多东西吃哦。来打包。好咖塞啊！咖料啊！咖料是好咖塞。OK。海鲜啊，阿妹啊，是不是？那哦，小食坊啊。在鸟笼里面的人，你要去哪里？等被放出来。
等被放出来之后，你要去哪里？然后去喂鸟。确定？喂鱼还是喂鸟？喂鱼哦。好，我们住这间酒店。Yes， 叫 Gurau Bay 的，它也有自己的这个码头，我们可以在它的码头坐船出去外面海。Yes， 这是它的码头。哇，坐上船，有安全救生衣。好，我们现在还等另外的五个人就可以开船了。狗狗是因为要防四脚蛇还有水獭。这是小丽啊，你拿一个大的，来，你在这里喂看。他吃够了，他没有反应了。我有啊有啊，哈哈，试到完了。来，你们讲大家早安。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狗吧，我觉得，但是不是三只。他有打麻将吗？有打麻将。哦，这是抓花人家，玩玩的，唱完 K，打完麻将。你们打麻将吗？打这里有没有？早上没有出来看日出哦。嗯、早上没有出来看日出。这是昨晚唱 K 的地方。好，我过后我们走啊，有人坐在这里喝酒哦，你看。他们把酒搬过来过，那种在卡拉 OK 房的人是啊。这边呢就是鼓楼最高的酒店吧。我们现在是在它的 rooftop。这是第二天啊，等一下我们就要 check out 了，所以这个是走我们坐在这边喝东西喝酒的地方，然后它的景色，那边有一条桥啊，是过去鼓楼的，然后这边就叫鼓楼对面港，然后下面有很多船啊，
这是它上面在笼里面的人。